很多时候在记载上描述上他用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历代志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从君王的角度来记载这个整个的他透过君王，而这君王当背后是因着耶和华神使他昌盛。那这个列王记是透过历史的记载啊，所以有不同的角度。所以我再次要说这里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还有这个历代志上下这个对官府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书，就好像我们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不同的角度切入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怎么这一段圣经会用这个角度记载但是我们都是回到原来的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八节的时候，这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这也是示巴女王的宣告，她知道今天这个以色列能够昌盛，背后是因为有一位君王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好，这是我稍微先提到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特别我们要服侍神很多时候神兴起，神昌盛，神怎样，我们自己要知道，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怎样神使我们，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里面都是因为神。我在台湾看了很多的教会，有的被兴起，有的其实很努力卖力，就是说以外面来看都是耶和华神。今天包括我自己知道，无论约尔未来怎样昌盛也好，神使用我们更大，都是耶和华神。这今天所罗门，当然你说大卫为他预备，神也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在王位上，但除了所罗门，接下来后面的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侍奉，当我们还在很卑微的时候，要锻炼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态，我们里面的柔和，我们里面的谦卑，都是神使我们昌盛，没有任何原因。我再次要说，当你们有一个好的神学的时候，这是一个真理，你们要永远记得。所以康爱昌老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万物是神创造，救赎也是神发动，所有创造到救赎，所有的救恩都是神自己，要记得都是神主动，神自发性，神自己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100%都是神的作为，加上100%人信心的回应，等于还是100%上帝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人很用力，因为我努力，我付出不错，我们都有100%人信心的回应，信心的付出，信心的跨越，我们的辛劳。但你里面要知道，100%神的作为，加上100%人信心也好，努力也好，认真也好，打拼也好，加起来还是100%神的作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时的外交的处境，哪个国家被兴起，就有些国家会慕名而来，想要跟这个被兴起的国家有一个外交上的一些连结。所以示巴女王也是一样，不要忘了整个人类的发源，这个伊甸园也好，或亚伯拉罕在加勒底的乌尔，所以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基本那里算是整个在创世纪也好，神拣选这个地方开始
伊甸园也好，开始跟亚伯兰呼召他出来立约等等。所以当你看到圣经地图那个那叫半月湾的那个地方，神呼召亚伯拉罕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应该是现在所谓的伊拉克波斯湾那个交界的地方，从那里开始发展进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我们的开始，我们有我们的发源，但是不要忘了，这些都是神整个在背后的救赎的计划。所罗门王什么时候一不留意，当他骄傲了，当他怎样的时候，神使他发旺的国，神有可能让以色列在这时候是最巅峰的时候，有可能神都让以色列被掳，都有可能，都是神在整个掌权，神主导，神是主角，这是我们要侍奉的时候要很清楚的。所以你要问说，为什么有些教会兴起，你可以找到一些原因，但是我要说，今天是神使所罗门昌盛，这个应许，这个时机，都是神在这 timing 给所罗门的。所以过去在台北有很多教会不明白，周牧师有比我们更会讲道吗？周牧师有比我们更努力服事吗？周牧师的恩赐有比才干有比我们更好吗？很多教会找不出来。你说杨尼亚牧师会比周牧师更不如吗？长毛说牧师不如吗？但神就兴起一个这样卑微的器皿，成为全台湾带领权最重要的教会。这个在你里面你永远要记得，因为今天兴起也好，衰落也好，今天各方面都是神的作为。所以对我来讲，这个真理我们永远要记得，不要说我今天被兴起因为什么原因，可能从人的角度来看，有你可能比别人更认真，你可能比别人更打拼，你可能比别人 更付出代价，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都出于神。若当我们更知道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我们抓住这一个，所以若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可能兴起。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的，示巴女王来，示巴我们先去寻找地图，大概是在现在阿拉伯南方比较南边的，可能是也门这个地方，不论怎样，在阿拉伯半岛偏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跟伊拉克伊朗其实就是在差不多在那个地方附近。所以要讲那时候古代已经有女王，而且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是很兴盛的国家，却来到耶路撒冷寻求智慧。所以今天我们要多做预备，教会在这地上看起来是小群，教会在这地上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是很重要的，但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里面有神的同在。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示巴女王，她就用很多的难解的话，好像要考试，考所罗门。难解的话可以说是谜语，或问了很多问题让人很难回答。当我们看到士师记十四章十四节，士师记十四章十四节这里说，参孙就对这些非利士人他们说，就给他们出了很多谜语。士师记十四章十四节，十三节就讲到用谜语说给他们听啊，讲到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要给他们猜这个谜语，才要告诉他身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的秘诀。今天我要讲的是，所罗门身上因为有智慧，
所以能回答示巴女王所问的一切难解的问题，或所谓的谜语，或所谓人生，或所谓的治国，因为所罗门身上有耶和华的智慧。今天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寻求神的智慧。这智慧在你的侍奉当中，神会帮助我们。特别我从周牧师的身上，或从圣经看起来，现在的智慧在哪里？什么都要彼此连结，求问一下，不懂的彼此学习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牧养，我不知道怎么样，这就是智慧。所以示巴女王来到耶路撒冷，她知道，容许牧师讲，那个她都知道，3000年前她就知道，即便我的国家很强，但我都需要外交是什么意思？外交就是一种连结啦。我不可能靠我自己的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我自己可以打出一条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世上的人，世俗人都知道，所以示巴女王都知道来到耶路撒冷寻求智慧。好，我分享5节到9节，5节到8节。示巴女王对王说，我在本国里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示巴女王来到以色列，看见所罗门王，他之前都听见他的事，先前不信，现在如今亲眼看见，才知道所罗门王的大智慧，所以人告诉他的还不到一半，说他亲眼看见神给他的智慧，所以他说他的臣仆能够站立在所罗门面前听他智慧的话是有福的。然后从第8节，这个示巴女王所做的一个结论，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示巴女王一个结论，他说耶和华所罗门王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看见神祝福所罗门王，果然神是喜悦他的，所以做神给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为神作王。这是示巴女王他的结论，他看见所罗门王是神高立的，而且看见所罗门王的神。那我觉得神今天让我们能够有神的智慧在各样的事，以至于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会说，哎，你的神好奇妙，哎，你的神真是太伟大了，哇，你的神真的是祝福你。我们在做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别人看见我们，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会看见你的神使你凡事亨通，他会看见你的神真是帮助你，你的神真是有智慧，以至于他最后你的神也会成为我的神。示巴女王，所以所罗门王的确从神来的智慧让人都看得见，他的智慧，他的财富，他的权柄都一切的丰富。而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源头是谁呢？耶稣，耶稣就是智慧。今天我们要领受智慧，要从耶稣来的智慧，道成的肉身。箴言书一直讲到智慧就是那道，而道成的肉身，也就是智慧成为肉身，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怎么样领受智慧呢？就是领受耶稣，以至于我们每一天各样的事寻求耶稣的启示，耶稣你会怎么做，那个智慧就会领到你，那个智慧就会领到你，以至于别人看见了就说，哇，你的神真是恩待你，哇，你的神
真的帮助你突破。今天我们要来连接这个智慧的源头。好，这是所罗门王他智慧的彰显。好，分享到这里。告我们祷告求我们祷告，不管我们弟兄姐妹你现在在哪个职位，好，你在职场上，你现在听到这个，我们要祷告，你在哪一个职位，你都要从神来的智慧，而且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主，我们把主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不管我们现在所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把一个敬畏神的心，还有从你来的智慧，主啊，大大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主啊，在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身上。是的主啊，是我们在主啊，在处理这工作上的事物的时候，主很多的时候，主我们就来仰望你，来经历你的大能。主啊，从你来的智慧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困难。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主啊，在凡事中我们都来寻求你的面。谢谢你，谢谢你，大大的祝福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都要发旺，并且能够居首不居尾。主，我们也谢谢你，因着你极大的恩典。主啊，你也在坚固。主啊，让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主啊，坚固我们的职场，坚固我们的家庭，坚固我们所做一切的事。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